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个是昨天我放在沙滩里面那个西瓜皮啊。我现把这今天退潮了，冒着40度的大太阳，给你们看看到底有没有货。哥们儿，快点，没时间了，墨迹。哎，干啥？哎，别说，完了，买的把人露馅了，记得点个小红心哦。我的妈嘞，这是啥玩意儿啊？一条搁浅的安康鱼被我在海滩发现啊！听老一辈人说，这鱼是有灵性的，它是海里面的吉祥物。遇到它双击的朋友，2019年家人能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这沙马蟹是大海里面比较勤劳的一种生物，每当大海退潮以后，就把家里面的小屎球子都给搬出来。咱们今天用牛奶来呛一下啊！此视频就不要双击了，因为我知道要了大家也不会给。关注我，看我4点钟左右户外赶海直播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咱们都知道这个八爪鱼啊，它爱端瓶子，但是咱们今天发现的这只八爪鱼，它端瓶子的时候呀，把这个头呀给卡住了，这也有点太尴尬了。有的老铁进来习惯性的就是给一个双击，有的老铁默默加一关注，看我干海捞。给大家介绍一条事业非常成功的鱼，它的名字叫做老板鱼。这长得是一面像天使，一面像魔鬼啊！我发现最近好多人看到你要双击了，视频都不看了，转头就走。反而你不要的话，他会给你一个双击。喜欢大海的加关注，看我干。